外公做的小米蒸排骨。他妈的，你给着我。真的想夫妻。出门，今天出去办点事情。我在四楼，然后这是煮的面，今天要端上去我外婆家吃，就看起来超好吃。有煎菜，还有煎菜啊！那个菜在那儿煎菜，太好吃了，配上这个豌豆尖，不是太辣了。因为我妈是一个护手霜控，然后在家里用了她这个护手霜，我觉得好好用啊，就是它很滋润，就很多护手霜擦了之后手就不是很滋润，就感觉擦了就没擦，这就是擦了之后感觉手被保湿了，然后吸收的也很快，一点也不油腻，超级推荐这个。虽然这个包装有点一言难尽，但是挺好用的。这个鸡爪超好吃，辣辣的。买我贵的八块，我记哈哈。妹妹买你买贵的话，你可以吃了好面，你还要来。二零三的那个都还记起来了。煮了一碗醪糟红糖小丸子。最近不是戒奶茶吗？我觉得吃这个，就感觉像喝奶茶一样，因为有这种。小丸子当珍珠一样这样嚼起来，推荐大家用这个来替代珍珠奶茶。好，我再看你好芝华，超大一条鱼，能把鲜子煮得很大吗？超级大，哈！新年的第一个红包，我早点吃，马上都可以吃，水烧起煮了都可以吃的。他吃了五个饺子，他了五个整斤，他说20个20。你老汉4个30，加我4个40。我吃了50。你卤的牛肉和鹌鹑蛋。只吃了3个。春晚吃一个果冻橙，这个是新品种，里面真的感觉像果冻一样，看这水超级好吃，据说是适合枸杞和橙子结合的，特别嫩。过年吃这个还不错，挺好吃的，热量也不高。什么？直接到。
大鸡吗？他这汤圆好肉馅。你这边有？你这没有啊？啊。你妈那儿又没得了，是不？啊，我们都在他那儿了。我一等老大去了，老大哪里？你的大伯在哪里？大伯就在三台。三台。那去了以后。大年初一出来烧老香肠，吃一碗素的凉面。出门了，刚才去上了香，然后穿这样。刚才去买了一件这个新衣服，我的颜色还蛮好看的。出门。去喝碗凉糕，人超多。走吧，妈。还挺晚的。水管得他们地方的走。小火锅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，然后今天我们准备出去拍拍照片，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好的。我头发还是很乱啊，希望今天开车好好的吧。开了一路脸红成这样，紧张死了。现在去晒晒太阳吧。哎，咸饭噻。出门了，没有擦口红。今天照例是去外婆家，然后穿的还是这件衣服出门。肉多少肉？来排骨，落点料酒。姜，姜片，姜片，姜片。就是给他和点盐，给他一个，给他一和和匀起来，往那个小米放一下，给他一和一掺到起来，给他洗，给他一个，豆瓣酱呢？豆豆瓣酱就是放这儿的。先把肉和了再放，最后放小米是不是？啊。然后那个扒到排骨高头嘞。啊，他那个不是蒸的还是蒸扒高头噻？蒸他一蒸排骨高头，把小米都那个酱在上。好嘛。蒸到扒的。那个小米里边扒不住肉。是没泡哈，外公做的小米蒸排骨，那是和个豆瓣酱面。
好便宜哦。今天一下午吃了这么多，再吃个汤圆。最近一直在反复走的一条路，想到后天就要走了，还是挺舍不得的。妈，你把你给找我，你得找我去。妈，没得。哪来的？没得呀。哪来的呢？其实这种都已经中包奖了，说实话。如果第一买一张中包奖就中包奖，就瓜蛋儿，瓜蛋儿，全部瓜。吃的瓜。哎，吃啥子？加。今天吧，一个应该要洗。亲爱的顾客，为了防窃过后，您擦哪儿喝呢？这是什么味道？你这个说法也太搞笑了吧！我最爱的饼干，我要买一点。我说空瓶，最近空瓶的一个这个厚的这个护手霜，这是一个中样吧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然后它还有带防晒纸，就是白天可以用，它吸收的很快，然后它的味道是传统的厚的那个味道，然后膏体比较的厚重，但是抹开一会儿就吸收了，然后手也不会很黏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可以推荐。每天下午一碗醪糟汤圆。你两根儿啊？爱吃。你来点吃的了。分两根儿还要。我吃的。看到我在吃那个抹茶蒂，就是我里面。我都想去把你吃过呀。然后这个卸妆水也用光了，也得扔了，还蛮好用的，推荐给大家，是这个牌子 Aventan， 反正才20块钱。今天是在老家的最后一天，然后过了今天，明天就回重庆，然后下周就在德国了。然后这支视频现在也是，好像是我应该来做一个尾声了，用我这么丑的样子。我刚才敷了一个这个面膜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超级好闻，但是敷了感觉没什么用，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擦脸，觉得我最近的皮肤维持的还不错，然后干皮蛮适用的，因为最近在蹭我妈的护肤品。给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在用些啥，我有点舍不得这些护肤品，我觉得很好用。然后首先是一个这个，这是我给我妈买的这个精粹水，我觉得真的好好用啊，就是它倒出来这个质地，你平时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够了，然后把它拍在脸上，就不需要化妆棉什么的，直接就可以抹在脸上，然后很快就吸收了，就这样抹，然后很快就吸收了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开始擦眼霜，眼霜是用的这个，给它磨成字，磨成这样了，是娇兰的这个。你看它这个就是这种很乳液的质地，然后把它涂在脸下边，这样点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时候精粹水还在吸收嘛，然后我就让精粹水吸收一段时间，这个也吸收超级快，就是擦到它之后，你真的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就眼下被提升了。然后我把它滴在这儿，可能会抖。然后我就用这个喷雾，这个喷雾是无印良品的那个保湿水，最后来用这个娇兰的这个，哇，这个超好用，它的味道比较的安心，不是娇兰传统的那种非常香的味道，然后被挖成这样了，就用这么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在手上乳化开，它就已经乳化了，是不是超级快？然后我就把它涂在脸上，这次回来很多人说我脸小了，其实我是一个瘦脸操，就是
教给大家。我其实是跟 Rainy 学的，然后 Rainy 好像更复杂一点。我就是每天这样，这样刮这个地方，这样刮五下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法令纹这个地方刮五下。然后这个地方五下，看眼睛超级的红，就感觉血液循环了。然后这个操这样，这个是我跟海龟姐姐学的，海龟妹妹。然后就好了，因为这里有一个挡板，我拿过来看一下。我对自己最近的皮肤还是蛮满意的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见吧。 Bis nächste Woche, Tschüssi, 我们下周在重庆和德国见。来给我你看他那个有表情，那个笑得臭美了。